我去补货的，你做一点大件，这么大的，如果是让我给你送么子那个，老兄弟啊，老兄弟啊，我完事了嘛。 你这都多少？啊，谁知道？屁股一根。屁股也没皮，这个东西给看动物咋管？这是你之前你们在全国。哈哈哈哈哈。屁股要打药吗？打药。嗯。屁股要打药，打药。整骨的。整骨要药哦。哎，这个腰，这个里头这个叫骨熬药，他们吃呀。 你下班？啊？别打了。